前面那个不要哈，前面哪一段不要？穿睡裤的，哪有？你可以评价一下，你知道衣服吗？刚才是睡衣睡裤，现在是秋衣秋裤出来了。我没有定，跟他打个招呼。没事，和打个招呼。大家介绍一下我同学，这么尴尬吗？这么尴尬，对啊。 好像不好撕掉了，切成丝是吧？对，尝试。新疆菜的最主要的精髓就是狂野。行吧。就不要那么细致，太细致反而这道菜可能就会毁掉它原有的味道。 除非你有王刚那个技术，他那个切菜好快。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我会切到手。你再给拿相机过来吧，我们人在这里。真难呐，严老师。首先把锅烧热。首先把锅烧热。半冻就里面有冰碴，就是有壳。 你弄进去行吗？放洋葱。好香啊！洋葱的味道。是洋葱，我放了洋葱。知道吧？啊，辣手。这是炒好的，太没卖相了。太没卖相，还是看这个吧。在炒。在做手抓饭。绝活。 唯一的绝活，唯一会的菜。今天炒的可能不太好。没事，还不错。然后感觉就一到两个月，就原版的音乐剧。外国人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这个家庭你要用的吗？第一部引进的就是歌剧魅影。锅没有动静的汤。当时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去的？这个周末。我这好像偷拍哦。腊月二十九是吗？就是。这个饺子好像偷拍。啊，没事，我就。不行，让它显得我们不是偷拍。没电了。咋了？
来，你们先来吧。评价这道菜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菜吧，就是羊肉的香味儿全部都浸到了米饭里头，而且它又不油，配上那个洋葱和胡萝卜的甜味儿就刚刚好，然后米饭也颗颗分明，非常有嚼劲。是我爱你。为什么没有当起情感博主？你在说什么？这是这样最无力的一句话，就是我爱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口说无凭啊，这说话谁不会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跟大家上说。等，重新来。等一下。干嘛？你要干什么了？给我男朋友发过去。来吧，预备。不要拍我啊！我录音录音。我说这世界上最无力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。这世界上最无力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。等我，他刚刚我没录进，哎，停了。撤回。等一下，刚没录进去。等一下，预备，开始。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一句话，就是我爱你。因为口说无凭，我可以跟大街上所有人都说我爱你。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呀？你爱我哪儿了？这种问题回答不出来是非常致命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觉得说，哎，我很爱你，不说我爱你吧，就说这道菜好吃吧。你是不是要说出一个证据来？你觉得它哪儿好吃？这个电影好看，你是不是也要说出一个证据来？它哪儿好看？不然的话，你就不就假大空吗？就这么个逻辑啊。所以你应该说你要做出来，不要光说，要做。要对对对，开始。就是喜欢爱这种东西，你都不能光说，你还得就是有实际行动来表达，对不对？你喜欢这道菜，那你就使劲吃啊，对不对？你喜欢行吧，我还想说你爱这个人，那你就全身心的扑到他身上啊。哎呀，就是日常教育一下。昨天还没教育够吗？日常鞭策一下。